原标题《延禧攻略》，乾隆得了一种怪病，皇后同住100天即刻痊愈。导读：据有消息称，于正新作《延禧攻略》播放量已经突破3亿，或许这次于正确实是用尽了，亦或是观众已经太久没看清工具了。总而言之，这部剧的反响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更是勾起了更多网友的观看欲望。在最新的剧情预告中，有这样一段：乾隆得了一种怪病，称为疖疮，发作起来全身奇痒无比，最终还是古灵精怪的魏璎珞想了一个办法治好了皇帝的怪病，然而自己却因此受到了传染。不过魏璎珞因此获得了傅恒的怜惜和照顾。其实乾隆患病这一段在历史上确有其事，那么这个疖疮究竟是什么病呢？历史上的乾隆又是怎样治愈的呢？话说这疖疮是一种疥虫感染皮。